啱友们，早上好，我是阳光吴志仁。今天是2020年11月7号早上10点钟，现在来到顺德容桂展业路21号这间金港海鲜酒家。今天就是专程过来喝茶，今天介绍给探友认识一下顺德人喝茶的习惯。早上七点半到下午两点开始喝茶啦。哇，好多啲海鲜，大头鱼、鲩鱼、带子，这个诶黄骨鱼。鞭鱼、桂花、大闸蟹、粟骨鱼，老板娘，你介绍下老板娘。探友们，早上好。呢度系顺德容桂金港酒家，我哋顺德人就特别喜欢早上喺出边饮茶嘅，顺德嘅排骨饭。这个就是韭菜浸猪红，还有这个广式凤爪，这个就是咸花生水饺云吞。从酒上饮茶就饮到下午当中午饭，那悠悠闲闲又一日啦。嗱，这个我们的探友，叫咩名探友？小姓刘。刘探友，依家仲好多人，好多人啊！依家十一点钟嘅时候都仲好多好多人。顺德人生活比较悠闲。一个韭菜浸猪红，顺德人最中意嘅一道小食。几乎好似啲人过嚟饮茶都会尝试一下。凉粉就少不了噶啦，啊，每次食饮茶都会点个凉粉。即系顺德人最少嘅喺呢度饮茶，最大嘅目的就系、是、即系要享受下呢啲咁个惬意嘅生活，从酒上饮到下午两点。好，今日到此为止，探友们，我哋下次见。